安播足球快讯。2021年3月22号，帕拉坦斯硬闯沙兰迪兵工厂。周二清早，阿根廷联赛杯先赛一场，届时对阵嘅双方为沙兰迪兵工厂同帕拉坦斯。两队近期表现难尽人意，主队沙兰迪兵工厂连败不止，客队帕拉坦斯亦输多赢少，今次相遇握手言和嘅可能性唔低。沙兰迪兵工厂系今季联赛杯组中表现最差嘅球队，佢哋五战全败，而且得失球比为悬殊个2-14，典型嘅入不敷支。而喺所有联赛杯嘅参赛球队中，亦只有帕托拿图嘅战绩比佢哋更差。帕拉坦斯方面，虽然赛季首战凭住佐治大亚斯嘅建功攞晒三分，但喺余下四场比赛，佢哋只得1-3嘅战绩，得失球比为2-7，而呢样嘅战绩系组中仅仅比沙兰迪兵工厂出色。两支表现咁差劲嘅球队今次相遇，显然都冇必胜对方嘅把握。佢哋显然系奔着攞份数而去，握手言和系最可能出现嘅战果。你听紧嘅系安播足球快讯，记住订阅我哋嘅频道，立即下载 M 直播，随时随地喺手机自在睇波。